不妨向那关羽为人精细，若王何不寻兄，必先探知实情，方能赐我。待老夫慢慢设法收服其心，也就是了。哎呀，来不及了！我也曾探听关羽，他坚守前夜，取心定矣。哦，有这等事？正是。哎呀，关羽呀，云长，似你这样大义凛然，徒使老夫好叹也。将那关羽为人正直，若王何不寻兄，必先赐老夫。如今我与他国避而不见，谅他难以赐我。丞相高见。来，速将回避牌置于府外，关羽若是前来，就是老夫有紧急公务，一概免参免见。有人泄露定斩不待。哎呀，关羽呀，云长。非是老夫强留于你，只因吾爱你可甚也。准备下笔门征，把关羽阻挡，其人测其心，在我心